刚刚推了三角函数的六个公式啊，推完之后呢，我们马上来用。OK， 我们例题一啊，分成六个小题啊 ，A B C D E F， 对不对？就是分别为 sin、cosine、tangent、cotangent、secant、cosecant 的微分。OK， 好啊，也就是说三角函数的导数啊，六个把它就是证明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再来一次讲哦，应用啊，来。这个我画表格比较有用，如果 y 等于 sin x dy dx 好，哦 ，sin 等于 cosine 好，秒杀 ，OK 啊。如果 sin 5x 呢，等于好 ，cosine 5x 啊。但是你要乘上为完之后，因为这不是 x 还是 5x， 所以还要在为里面一段好，为5嘛，乘上55写前面 ，OK 嘛，本来写后面这样啦，这样应该这样讲嘛。弄完之后，微分 5x 等于 5， 对不对？好，以后我就不要啦，我不要每次这样括号，我直接常数乘常数，我直接写在前面 ，OK。好了，好，就这样讲啦。好，来，这个呢 ，sin 呢有十次方，好，十拉下来是 sin 五 x， 对不对？这九对不对？再乘上多少 ？cos 乘上多少 ？cos 看 sin 五 x 微分是 cosine 五 x， 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围这里面是多少？一个五咯 ，OK 啊。好，没问题啊，来，没问题 ，OK 啊。好了哈，好来，稍微整理一下，连的好。哇哦，五十多好 ，sin 九的五 x 啊 ，cosine 五 x 好了哈，就这样可以了哈。但有时候你看到课本不跟我们一样，是因为他用那个三角函数东西去在化简 ，OK？ 不过我们这里就可以了哈 ，OK 嘛？好来，如果他是这里呢，哎，这个跟这什么不一样？其实他一样东西，只不过写法不一样，只不过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 sin 啊 ，OK 嘛？不要被混乱了，歪着这样整理一下。好了，微分多少？这微分的好，十拉下来，对不对？等等好，等你哦 ，sin 五 x 的九哈 ，OK， 好十啊，那这一样啊，在微分里面都好，里面 cosine 五 x 对不对？再来五 x 这样五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好啊，所以整理一下都好，所以五十 sin 九次方的五 x 多好 ，cosine 五 x 啊。No problem 啊，好，可以啊，好来，我们一系列这样种下来就会了啦。好，这个呢，哇，刚刚 5x 现在呢 ，5x 三减 2x 嘛，好，这个也是一样啊、哦。如果我们不熟的话，我们是整个大括号十放上去哈 ，OK 嘛，好 ，5x 三减掉 2x 加一，对不对？整个就这个意思哈 ，OK， 可以吗？不一样啊，好来，同学要注意一下，有个同学就问啊，老师啊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这样嘛？这个就等于它啊、哦，好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这两个是写法上的问题啊，这写法上问题，这会不会等于它呢？不会啊，这是平方，这是平方完之后 sin 所以这个不一样啊，这等号不一样。OK， 这个是平方完之后再取 sin， 这个呢 sin 完再取平方，不一样的东西啊。好 ，OK 啊，来，所以要知道喽。好，回过头来这里。好 ，y 等于这弄了嘛，那十拉下来十，对不对？变成九，对不对？好，在里面的微分嘛，对不对？好 ，sin 五 x 三减掉二 x 加一了 ，OK。好，里面微分都好，哇，都好啊，里面微分啊，哎，微分 sin 等于 cosine， 对不对 ？cosine 都好，五 x 三对不对？减掉二 x 加一，对不对？好，再乘上这个微分嘛，微分话本来写后面，我说直接以后我就直接乘，这样干脆一点，数 x 平方减二，对不对？有讲过嘛？有哈，来再来看一次啊，来再看一次，十拉下来变九，再来整个里面的微分，微分 sin 变 cosine 了 ，OK 啊，好，这是最外层 ，OK， 这是外面是 sin cosine， 然后在微里面是写这里 ，OK。数 x 平方减 2，OK 嘛？好啊，好，大家就看这东西啊，有没有 sin 5x cosine 5x 在围里面 5，5 就写在前面了 ，OK， 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微分的时候一系列这样下来就好了哈。啊，做完这里大概99%对称整理的嘛 ，OK， 十乘这个哈，好来十多好，哦、oh, ，sorry， 十的多好，十五 x 平方减二咯，再来多好，整理一下，嗯 ，sin。九次方五 x 三减二 x 加一的倍，再 cosine 多少？五 x 三减掉二 x 加一了 ，OK 啊，好，成功，太棒了啊！好，接下来这个呢？
好，这个也是一样啊，哎，这个先化简，要用 UV 加 UV 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哈，这十次是指整个 sin 然后再取十次方 ，OK 啊？好，先处理完这个哈，整理一下，好来 ，UV 加 UV 嘛，所以 dy dx 也很好，就是4x3乘上 sin 5x 十，对不对？好，加上的好 ，x 乘上啊，这微分的好，十。sin 5x 九，对对，乘上这个哈，来是这个的哈，来九拉下来，十拉上这个 sin 微分 sin 5x 等于 cosine 5x， 再来五哈 ，OK， 好，等于多少来？微分后 dy dx 等于这个多少？所以这是 x 三呢 ，sin 十的 5x 啊，好，整理一下就好，五十的多少 ？x 对，五十 x 加三。sin 九的五 x 对 ，cosine 五 x 可以吗？所以是 x 三 sin 五十 x 加三五十 x sin 九五 x cosine OK 成功 ，no problem 啊。好，我这样写比较顺 ，OK 吗？好了哈，同学可以啊。好，就这样。